所以中文一个口头禅说会摩，那个会字里头妙极了啊，会了你开悟了，不会不会还是迷惑啊，所以放下就会了。我们的难放不下了，放不下是佛给我们讲那都是假的，可是我们还是把它当真的，没把它看假啊，依旧当真的，那就放不下啊。那些能放下的人说他真的是当假的，他没有把身体当真的。同一观，头一观就是身，身见。你看断烦恼，佛把这个摆在第一，身见；第二个是边见；第三个是见取见。啊，戒取见、邪见。啊，先把这个东西放下。这五种错误的见解放下了，在佛法讲你入门了，你是真正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。这五种错误的看法没放下，是释迦牟尼佛学校啊预备班的学生，那不是真实的啊，放下才是真实的。华严经上，实性位的菩萨，粗性位就放下了。啊，这个地位虽然很浅，像小学一年级，可是我们不能小看他，他是圣人，他不是凡夫。他虽然还在六道里面没出六道，但是他决定不堕三恶道。人家有这个本事啊，在六道里面，天上人间顶多七次他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！人家上了一年级了，他不会退转，他只有往上升。你看七次往返，他就到七年级了。七年级是阿罗汉，八年级是辟支佛，九年级是菩萨，十年级他成佛了，他是佛。他得到了保证呢，不过进度每个人不一样，有人跟力进度快啊，有人跟钝一点进度比较慢啊，可是他绝对不会退转，他真的叫位不退。啊，那我们今天连这个小小身我们还没得到啊。啊，这个原因就是还没有把身见看破。这头一关最难。这一关破掉之后下面就容易。啊，边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再没有对立的这个观念了。
啊，我们跟人对立，跟事对立，跟一切万物对立，这个观念错误。啊，对立要往上提升，我们讲就有矛盾。啊，矛盾在提升就有冲突。啊，冲突在往上提升，那就斗争。斗争在提升，那就战争。啊，所以许许多多烦恼灾难呢，根源呢，从对立里面起来的。没有对立就和谐了，真正和谐了。啊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啊。他因为对立了。啊，知道这是好事情，还是做不到。啊，就是这一个错误观念在作祟，啊，在造成障碍。